楚宗，怎么了？楚宗，你没事吧？ 嫁给我吧，什么？我说，嫁给我吧。楚宗，楚宗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没事，没事。今天呢，我宣布。 我们易辉珠宝和泛雅珠宝合作的新项目，大获成功。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共同进退，一致对外。真的很感谢易辉的伙伴们，辛苦大家了。为了庆祝这次的成功，今晚我请大家放松，一起团建唱歌。好好好， 依依，嗯，一会儿你帮我跟楚总说一声，我今晚有事，我就不去了。你怎么不自己跟楚总说呀？今晚必须去，不去扣工资，不管什么理由。敏敏。 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不辛苦，命苦。喝吧。嗯。他醉了，别让他喝了。 走了，我走不了了，楚曼。